没有秧的时候，对啊，刚刚好看，一卷一卷的时候没有，这是像机器切的，这是大厨切的啊，纯手工切的、啊，纯手工，纯手工。今天是中午吃火锅。芭提雅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今天是泰国的节假日，放四天假，所以这边停满的车。今天感觉比以往要有生气的多。这是21航站楼门口，居然还堵车了，难得一见的盛况。嗯，静静。哇，现在生意真好啊，酒店居然都没有房间了，这哪敢想啊？我们去其他酒店再看一下。好，上菜了，准备吃饭了。两个小 baby。哇，这里景色非常棒啊，但是人也很多。哦，还有乐队啊。吃火锅，不是中式火锅就是泰式火锅，反正就是火锅。然后朋友已经回去了，他们又来了，大姨子又来了，再跟小野玩。吃饭了，然后已经开了，看小野的发型帅不帅？给他新做的发型。前几天发烧了，这今天才刚刚好一点，看他吃不吃东西。前几天是吃什么吐什么。你给爸爸。来给我，来给我，小野给我，给我。来给我，小野。